奇，说我旁边这一对，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是新婚夫妻的？不一样，我跟你讲哈，您这两组都一样，都有产地直爽。哎呦呦，直接要你们是有着床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是有着床。啊，这边是没有着床。我有产，我跟你讲，人家今天都是夫妻来的，你们这两个假面，你们到底要骗我们多少？不是，白宇哥，你不可以说口口被嫁，口口被嫁，还要嫁两块洋帽回。地主人马来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可颂小夫妻。可颂。哎，其实也是因为宪哥一直说，哎，有机会带本真的人来给宪哥看看，帅哥，对，谢谢宪哥。观众朋友也要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傻男，基因很好，女儿很可爱，对，哎呀，对，所以说我他超可爱，所以说我们是真的有小孩，有就是精子卵子真的有结合了。但我很好奇，说我旁边这一对，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是新婚夫妻的？不一样，我跟你讲哈，您这两组都一样，都有产地直爽。哎呦呦，直接要你们是有着床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是有着床。啊，这边是没有着床。我有产，欢迎，最爱白羊座。我是白云，我是杨秀慧，我们是最爱白羊座。杨秀慧，杨秀慧，你背后脚本脚料的英文没有会。欢迎共同神奇大家参观比稿，感谢您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对啦，哈，背后脚贵。我跟你讲，人家今天都是夫妻来的，你们这两个假面，你们到底要骗我们多少？不是，白宇哥，你不可以说口口被嫁，口口被嫁，还要嫁两块洋帽回，还得三思嘛。假的死呀！我跟你讲，咱今麦吼，今仔日吃吼，有人有心嘛？哦，有心的。啊，这个演员拢没有心啊啦！哎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哎，你不好说。我有冻卵。你有冻卵？哦，你冻卵了。对，阿卡冻硬的。我冻卵的。互相配合，一个冻卵。这两个肖来那个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才好，加油啦！有时候哈，这个艺能界事实上假戏会真做，难过啊，就做会。演久了也会有感情啦。有时候两个人一起喝酒，烟烟蒙鼻当嘛，这样就解了。好玩了，好玩了。都这样，两位姐姐老看啊，秀慧姐打算要烫衫哦，我们烫衫。不然后白哥说：“哎呦，这很灰哦，跟金马哥也让乌三哦，那两个人相处很像老夫老妻。”好啦，伊讲话唔是安尼，白哥是我看到哦，这位啊，哦，真很灰呢，看恁白灯啊，就随你烫衫。乌三，好啦，我快进来，我想烫菜啦。不要动得太气。好，再来这一组不得了了，欢迎他们，我们凤年果糖，是凤年果糖在这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果果。大家，我们是凤年果糖。太棒太棒了，看到他们这样，我们心里面也非常的开心。前面那一组很戏虐了，不好意思。现场就准备要来拿奖金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是资格赛，能够晋级的，我们就有机会挑战巨额奖金。写板题，一题一分，请出题。突然瞪着你眼睛，哎呦，你不答应，秀慧姐，哦哇，哎，马上答出来。唱的，哎，但是歌名呢？哎，亮答案，一二三，好来哦，甜蜜蜜。哎，为什么来一个今生今世相？今生今世，这个歌你没听过？没听过哎，那没听过，那可怜啊，副歌啦，来来来来，秀慧姐主场唱一下，没有在。
作秀啊，或干嘛，因为比较喜气洋洋。对对对。以前的歌啊，这种快歌比较少，嗯，所以稍微快歌一流行起来都受欢迎的不得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星期六，星期六，脚步接近了。老气了，你边啊，后面拿来摆起来。这种歌哦，他们一定会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那很要的。啊，热情你和我，啊，热情你和我，这是一条情感的路，就属于你和我。铃声响起，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。两位有什么样令人感动的实力？有啦，他有对我做过很浪漫的事情。来，我们来看下一道题。真的啦，有一次他去山上，他说：“我说你山上看到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好多李子。”我说：“我好喜欢吃李子，你要包回来给我吃。”他拔了一箱回来给我。哦，那你买几箱的啦？哦，几箱提来摆。啊，他很坏。我说：“不如几箱。”已经两天，你到底有没有拔到李子？我好想吃用。啊，没啦没啦，嚼完啦，可以等刚好上来问到。哎呦，嘴巴说没有，哎呦，因为他摘下来还没有过两天哦，更熟成甜，哎，更甜，我赶快送去给西爸西妈他们吃了。哦，哎，那猪咬嘿，哎，贼会狼啊，吼，你真的有在把他呢？有，擒贼先擒王嘛，这关键都用金钱买断得啊！金钱买断，这是术语啊，哦，行家行家，不错不错。